抱着小宝宝打疫苗或到医院就医，新手爸妈们难免心慌手忙脚乱。卫福部扩大推动幼儿专责医师制度，为新手爸妈们增添神队友。我们会配属零到三岁的这个小孩子配一个那个专科医师，教导这个新手的父母亲那怎么样来照顾小孩子，才能回答他的问题。那第三个呢，定期要让小孩子回来，让这一个医师看得到。看得到这个很重要。卫福部推动幼儿专责医师制度，提供小朋友出生到三岁前的照护需求，担任宝宝们专属的医疗管家，对偏乡会有早疗需求等高风险家庭更是极大支持。说这个个案呢，是属于一个未成年怀孕，并且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孕产妇，就被我们收案在卫生所。那我们除了去评估这个小朋友一出生的他本身的一个身体状况，当然我们还会去看一下他的照护的环境如何。专责医师及团队不仅能全方位照护幼儿身心健康，也减轻新手家长们的压力。欢迎家有三岁以下幼儿的家长参与，一起成为幼儿黄金期的神队友。幼儿专一神队友，22县市前手固。三新闻林祥泽、谢凯轩台北采访报道。